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今天又是一集秋秋的影片啊！我呢，其实为什么最近没有找他们拍？其实我要跟你们讲，我已经退出了，才怪啦！现在呢，事隔多年，如果有 follow 关注我的朋友，比较熟悉的啦，都知道我是有玩音乐的。我呢就被一个朋友的公司邀请玩一个 live band 啊，要表演什么东西之类的。他带了很多东西，要准备要去彩排。哇！所以呢，就偶尔拍点这种就是生活化的东西给你们看一下啊，也满足一下一些观众，很想看我弹吉他啊，想看我们玩 band 这种，这次也拍给你们看啦，因为真的是蛮难得一下的，居然被一个贵公司邀请。哇，他邀请到我这种人，他会后悔先吗？真的不懂我怎么下车嘞。哎，啊，我写我的偶像彭佳去讲过一句话，我背上给大家像背上宝剑这样。好彩东西不多，可以拿 cam。Hello， 老板呐，妈，不开门给我，要拍 plane 是吗？老板呐，哎，门可以开门，你自己开。门可以自己开呢。啥叫心里老板呐？没有，老板呐，打掉我的。他的手比较长长，头发也长长。Hello。穿这样什么的喂，讲声嗨一下喂。你不要这样子吧。哇，我们三条麻辣佬很久没有聚在一起了。他们两个曾经是我的马桃、大桃、奶桃。看到吗？这种房间，妈的，买一瓶油。好。不要拍我。不要一进来就拍到我，我很尴尬。等一下你要放上 YouTube 的嘞，这种是 real 的，懂吧？ real 的，有什么错？来啊，要重拍呀！哦。我记不到八九，你们什么打我？我很久没玩了喂。前面就变吃吃。
OK， 现在已经练完我们的东西了，看过去，过去。OK， 听一下你讲话的声音吧。嗨。哇，刚刚已经唱到没有声音了。OK， 我看到这个房间，我老伟，这是一个男人的梦想。看那个书桌就可以了，两个屏幕接在这边，这个是女主角，这个是男主角。看整个 bedroom 一爽。我们这种有玩音乐的梦想，就有一个这样的房间，不像我的这样，人家垃圾场，鼓励都不要收钱。这样子哦，不要讲这边啊，我们看这一边就好了。出两万，两百亿，这一般吧。哇，加买这里的话，应该可以出两波水一个呢。我说地啊，这个只做了，只做了，要只做，继续哦，就期待一下那一天的表演。好啊，棒！你们认真的吗？你不是在见客户吗？我喝一两杯是无所谓的。所以跟你们讲，遇到这种朋友，讲你肚子大力，还问你要喝吗？要喝吗？说你好，这种酒是不会喝到肚子大力的哈。要吗？我要，我要。要。简单点，来。我问我是来杯烟，美国酒，啊 ，ban 的嘞，还是怎样嘞？这是酒桃嘞，还是？好了，酒桃嘞，酒桃，什么？酒桃。来，为我们的表演兄弟干一杯。有点晕晕的啊，现在。你喝啤酒的人呢 ？MC 二戒你很久了，哪来？然后顺便哦，看到后面这个鼓，我这手痒痒的，很久没有玩鼓了。好了，我们来。solo 一下，至少可以补点时间，不然赚不到广告钱。